鸡巴鸡巴，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死小孩你怎么这样讲？说哎呦哎呦哎呦，外拍的尺度真的，哎妈妈真的是开放。重点是我妈都会这样说，来屁股这样出来。啊，稳稳，啊啊，知道了，稳稳，应该知道了。Introduce yourself。寻找对灯文文 Valerian Vietnam。哦，你有听出来了？一看就知道越南嘛，越南的朋友。对，就越南他们会穿这种里面长裤，外面整个罩衫，很美，漂亮，很漂亮，仙气四溢，就是在说你了。爸爸跟妈妈在哪里认识的？爸爸去越南工作，然后才认识妈妈。哦，是是是。啊，所以你有常回去越南吗？我每一年都会回去一到两次。哎，因为还有家人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我都是给外婆在。妈妈的妈妈带大的，嗯那在那边会学一点越南话吗？会，我都是在那边给阿姨他们，就是妈妈的姐妹跟外婆带大，然后爸爸妈妈就工作。那妈妈现在也是住台湾？对，跟我住在一起。哦 ，OK， 住在台湾。你妈妈习惯吗？妈妈她现在中文也不太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是她没有学 Burmese 啦，但是工作就是来台湾工作，沟通是没问题。对对对，然后工作同事就会叫她，所以我妈常常会闹很多笑话。哦 ，OK OK。这到听说到四岁的时候还不太会讲话，怎么会这样？对，就是我混在一起的。哦你会 confuse 不知道要讲什么？对，因为我出生大概一个月左右我就回越南了，然后。就是给外婆他们带大，那我的母语有点偏向于越南话。OK， 然后那时候我就不太会讲中文，我就觉得，哎，我到底是要讲中文还是讲越文？所以那时候我就只会点头摇头，嗯，然后有点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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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这样。哦 ，confuse， 哦，对对对，那语言上面哦，他已经自己要先翻译才能讲嘛，啊，自己可能翻不出来，理解当中打结了哈。所以我的护照第一本就是宝宝的照片。啊，这个啊，曾永文。哇，真的是哦，不错哦，把那个今年几岁？海明南顿二十五岁。海明南顿什么意思？二十五岁。无海马蒙南就是海明南顿。无海马蒙南。对，无海马蒙南。哦，一二三四五。你只能数到五啊。无海马蒙南少百担金梅。哦，那可以可以。七百八十六呢？七八六。白，哪有用数的？七八六，我不会讲，我要慢慢数一个一个数，因为太在这边太久了会忘记。还是要想一下，这个就标准的母语。为什么人家说母语而不是说父语？为什么？哎，对，因为孩子长大的过程，妈妈带的几率高。妈妈讲什么，孩子讲什么，而且是从妈妈肚子出来的嘛。哦，妈妈是很思想很开放的女生啊。嗯，对我妈妈，因为她做外拍。就是你看我这样子，你看其实还蛮透的，是是是是是，我们刚刚都有注意到，是是是，有，谢谢你再给我们第二次机会，是，而且是正眼，可是我妈可能会跟我闹很多笑话，我跟我妈感情非常非常的好，这个笑话就跟妈妈的笑话，可能有一点点的脏话。就是好，我们在越南会有分，就我妈是在里面长辈算二级，然后那时候我跟妈妈每一年都会回去，所以那时候语言其实也是很错乱的状况下，然后那时候我妈妈带我回越南，然后那时候我妈的妹妹的小孩，我叫表弟嘛，然后他就这样很开心就说，哎，吉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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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死小孩你怎么这样讲话，然后后来才知道我妈二姐就是在越南话叫做。吉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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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吉巴是二姐的意思哦。对对对，叫吉巴还好了，吉巴可以啦，但老了就不能这样叫，老吉。所以年轻的可以啦，年轻可以啦，年轻吉巴吉巴就可以，过了就过了。对呀，这里像原住民有很多话，对对对，树。哎，那个罗嘎苏，罗嘎苏，罗嘎苏，对，你好吗？哦，不错，哎，那是这个意思啦。是是是是，所以现在都还在拍嘛，对不对？外拍，外拍，有有有。哦，老师说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外拍的尺度真的，哎，妈妈真的是开放。重点是我妈都会这样说，来屁股这样出来。啊哦，妈妈应该身材也是很好啦。我妈身材很好。对。然后就说，哎，胸要露一点哦，然后屁股要翘一点哦，她就教我怎么摆这样子。喜欢的男生会追你吗？台湾？对他们就会认识我的时候，就会我因为我会特别跟他讲说我是混血，因为我妈妈说如果男生要喜欢我，要接受我。他还有做直播哦，直播哦，要接受你的混血身份。对他要接受我的家人这样的，我妈妈是越南比较不懂，
然后后面那时候男生就想要跟我告白，然后他就可能会想要浪漫的跟你讲，去 Google 翻译，这样说越南话啊。结果我就跟他讲说，其实你打的所有的那个卡片的文字我一个都看不懂，因为我越南我看不懂，然后告白就失败。哦，哇，对的，他已经完全融入了，哪里新住民，你就是我们的一份子，对啊，你已经真台湾人了，来来了，我跟你讲，今天川唱就来一个越南的舞蹈，哎呦，好不好？而且是性感的，哎，是哎，来哎，性感，哎来哎，性感。孩子的脾气应该是全世界最好，他没有生气这两个字，温柔。你问他是不是你的脾气？越南女孩子有生气的吗？对不对？该凶还是要凶，还是有脾气。前面都讲成那样了，还是有别人欺负我们。对，但他们就是很温柔婉约啦。因为其实我觉得语言讲起来，他就已经有很一种温柔感了。越南话讲讲，毛毛的，对对对对对。我可以示范一下叫。我爱你怎么叫什么？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好的。And you are. Me too, me too. 软掉了嘛？软掉了嘛？对呀，对呀。那是软掉的问题。难怪人家会说，宁愿听上海人吵架，不愿听广东人讲话。哦你黑讲黑啊？有啦，是啦，这是在正常讲话。是啦，你好毛啊？好好啊。今天多谢啥？好，谢谢我们，谢谢，谢谢。好。